来自我们的 Music 云端享乐再进化，带给大家丰富的影音娱乐生活。那请邀请下一位做准备，张维芳。嗨，维芳你好。我今天认识了好多歌迷朋友的名字，我回家应该都会闪出你们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如虹，恭喜你哦。好，所有的民众朋友还有粉丝们，我是来自亚洲电台的 DJ， 我叫咖啡糖仙女。好，我们现场今天非常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的 Sophia， 我们美丽的 Music 的代表，非常的亲力亲为来为他拍照。谢谢美丽的 Sophia， 谢谢美丽的 Sophia， 给她一个掌声。哇，小心小心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拍摄。所以如虹刚刚的画面有拍到了吗？四个人，所以那来如虹你再上来，这四个人我帮你侦查，还是你需要我帮你画上去？来，如虹先。好，展现你的 Music 商品。谢谢如虹。下一位有张维芳，维芳，来恭喜你。维芳你应该也是跨栏高手，你应该跨这一步很大步。好，啊，所有的粉丝朋友还有来到资讯月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莅临我们 Music 的摊位。我是亚洲电台的 DJ， 你也可以叫我咖啡糖，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好，谢谢维芳。我们下一位是伟豪，陈伟豪。维豪你在哪里呢？维豪，那我们下一位品轩，王品轩，王品轩，庄聪志，还是我们有安排在侧台吗？我们是不是有这几位已经有 stand by 好了？王品轩、庄聪志、吴，如果你在现场，你一定要大声的啊！来这边请，来请上台。是，来，我们先来跟我们的 Popular Lady 拍照，谢谢庄先生，谢谢支持我们 Music 和云端智慧的生活。谢谢庄先生，谢谢庄先生您的照片。好，我们下一位。好，王振兴，王先生。谢谢，我们用拍立得帮你拍。好，好，我们待会由工作人员做安排来到舞台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好不好？可以呢，上 Facebook 打个卡，说呢跟我们的 Music 代言人谁在一起呀？Happy Lady 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帮我们打个卡，说你在我们的 Music 的摊位。来，谢谢这边请。好，下一位伟豪。格子男孩陈伟豪，他想说我为什么要全名连名带姓的叫他陈先生你好。好，下一位嘉桦，来您的潘立德。记得离场前要拿着你的拍立得，谢谢。好，嘉桦，小心。好，下一位，谢谢品轩，记得拿你的拍立得。下一位，品轩品，好，下一位。请看我们的拍立得的镜头。谢谢，来继续欢迎我们下一位的朋友。来，我们美丽的女孩，还有没有有在我们拿到号码牌的民众消费者？好，谢谢。好，以上呢都已
已经拍摄完毕，我们是不是呢再次的请 Puppy Lady 跟大家说声谢谢，让他今天他们也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 Music 的摊位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。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，然后还有感谢就是刚刚就是购买 Music 商品的人，就是相信大家我们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因为是真的好用我们才会真心推荐给大家，真心推荐我们的 Music 商品。再次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还有粉丝好不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也谢谢 Puppy Lady， 给他们一个掌声，谢谢，继续支持我们的 Music 及我们的代言人 Puppy Lady， 谢谢，来给他们掌声，好，挥挥你的小手跟他说拜拜吧。好，各位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民众朋友们，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，我们 Music 摊位呢会一直在这里为大家服务，记得我们 Music 的商品告诉大家云端智慧的好生活。我是今天主持人，我是亚洲电台的 DJ， 我叫咖啡糖贤玲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看到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 Music， 谢谢。